们知道什么是安全感吗？安全感就是下班回家看到你的室友在给你做饭。我呢？啊，宝贝呀，哎呀，妈，这大猪排，哎呀，好香啊！我们家看到个素菜不容易啊！救命啊，这个大排骨。嗯，他在我身上已经超过糖醋排骨了。哥，俺们家那八蒜的都窜掉。哇，果然这玩意儿配蒜真香啊！这烩饭里还有宽粉，我真第一次吃烩饭。妈呀，这是年糕啊！家里所有的丸子我都放里面了。嗯，好复杂的味道，居然还有烤肠、鱼丸。嗯，妈还夹心儿的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我脸好像真吃圆了。我必须得来点青菜，这是我最后的倔强了。你家两头肉你要吗？什么肉？我不要，你别给我。嗯，为什么你的肉比我的肉香？别人碗里的一个比自己碗里的鲜。难怪胖，自己碗里的要吃，别人碗里的也要吃。哎呀，我听到了什么呀？什么都没听到。哎呀，什么都没听到。哈。